真是，真是。今天真是，加点水。因为这是这个颜色，它比较暗，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适当加一些藤黄，因为这个里面有点藤黄，加一点藤黄。藤黄和一点朱标，加一点点朱标，这样就很真实了，这个颜色显得有点发亮，效果更好看一些。但不要加的太多，加了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点点藤黄和朱标，我们试一下这效果。哎，差不多了，我们就够开始把这些受干量的。那在树干的时候啊，就用水治理这个速度的快慢，不要让它印的太多，印到外面去了显得也没那么好看。稍微有一点点的滋味，这些地方，因为这个树比较靠前，比较亮，我们就可以用浓一点点的，稍微浓一点点。稍浓一点的颜色可以的，前面的树根啊，我们就给你淡一点的。这样，后面我们就淡一点。那后面。后面这地方没事的，因为它属于接近中景的这些地方，这些地方。这树干就染完了，接下来我们这个把松树的叶子染一下。松树的叶子我们调一点花青，加点木。我们在这里调点花青，再加一点点木，再加点水。对，这样我们就开始了。咱这个松针啊，我们就把笔打开往上点，不要往上涂，上涂显得不好看，先点就好像。
剩的差不多了。现在松树就快差不多，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用藤黄加三氯，再整体的染一下。就这些地方太亮了，我们加一点的水，让它更淡，然后压一压，稍微压一下，嗯，然后提调一下。这边我们都要提调一下。嗯，哎，这松树就泡完了。接下来我们染一下这个最前面的这些树。这个树在这些树中间，这个树最前面。虽然我们这个树也画的很亮，你看画的很亮怎么画呢？比如我们在这个树的画上颜色之前，我们先白色的打一下底。打底的好处就是，到这颜色上去很亮。这是我们用白色的，这往里面就是有点白色没有，我们加点水调一下。但是这个白的啊，就不要上的太浓，上的太浓，因为白的覆盖这个力啊很强，所以你画上去时候太浓了，就把这上面的墨压淡了。所以我们也淡一点的这个白色的，把这个树啊，打一些底。这样就可以了。然后那这边这个树也是这些树里面最靠前的一个树，所以画的时候画得很亮，真的凸出来的层次。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树画叶子的地方，我们也把这个打一下底。后面这个树就不用了，因为就是后面这个树也可以前面就是稍微暗一点，那这样就好了。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画。如果湿了的话，再画上去，显得这个树颜色上不上去。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染一下这些树颜色怎么染的。这些树颜色我们就可以调一点。三氯加藤黄，先整体打一下底，打底以后我们再进行层次的染。比如下面我们染点暗一点的颜色，比如在里面加的胭脂啊，或者加的太极蓝、发绿的那些，然后我们染上去。下面我们可以加点藤黄，或者加一点白色的，或者三氯，就显得就是树的层次出来，上面亮，下面暗。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颜色，调点三氯。再加点水调一下。在调颜色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应该注意，就是我们边调边放这个废纸上，试试效果，调到自己那个满意的颜色为止。如果没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你一画上去，你自己觉得就不好。所以我们就先在废纸上看看效果。
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就开始算了。这颜色比如说 这些树啊，上部比较亮，上部亮我们上这个颜色的时候，我们就把用笔啊把这亮的部分我们打湿一下，这样一打湿啊，颜色上面就一淡，这些上部就显得很亮。对，我们就直接在纸上打湿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你上去的感觉也方便。稍微打一下，尽量我们打一下。我先整体的染一下，然后再去颜色的变化，就是要我们整体染一下。稍微有点发绿这个颜色，就这边我也这是上颜色，我们也得注意变化。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比较远了，我们就把笔啊洗一下，直接洗一下，这个笔上的颜色就变淡了，我们再有淡淡的在上面，再有一点。这个地方你再洗一下，很淡的颜色，那这个地方我们再染一下，这样就是，完以后我们再调一下深一点的颜色，让这个树的下部分，因为我们一般倒一定这个颜色放这里备用，然后因为剩下的这些颜色我们加点胭脂，再调一下太青蓝。因为太极蓝这个颜色调上去，它与藤黄一结合，它就显得发绿。胭脂的目的是让它暗一些，因为胭脂这个颜色啊，和其他颜色一结合了，就是它颜色变得很亮很暗。但是胭脂不能上的太多，上的太多它就发红了。调成那个有点发绿的颜色去，这样差不多。发绿的颜色，然后我们衬湿啊，我们就在上面，在下面染。按照湿的这些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染。这样一染以后，你看下面显得暗，上面显得亮。等到等一会儿，我们再把上面上一亮一点的颜色显得更明显，效果会更好。那这样，接下来我们让这样，同样原理我们也翻往下面亮一下。那这个树也比较亮。少微亮一点，所以上面有亮的部分多一点。然后这下面这个地方也比较多的空白，我们把笔打湿，先也往下铺一下，铺上去。这个应该让这个树下面这个部分的先铺一下，去慢慢的过渡。
用这个提勒笔啊，把它打湿，打湿把下面这个部分，好好的提勒一下。多少我也是因为发现这个雨也是已经往这边渗，怎么办呢？我们直接用水把它打湿，它渗过来就看不见了。那个水呢，也稀释了水。这个地方我们去一下，因为这下面接近那个石头的颜色，所以我们用什么颜色呀？我们直接你刚才染这个松针这个颜色啊，我们把过渡去一下，因为这墨里面少加了花青，里面那个花青的感觉，我们过渡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打的水，所以这个笔上去的也是淡淡的。你笔尖加点水显得更淡，这样效果会更好。这样子，慢慢往这个线。那这下面呢，我们两位就好像染匀一样那个，稍微拖一拖。那这样显得过渡就自然了。那下面这个我们再加一下。但这些地方我们也有变化，有些地方颜色浓一点，有些地方淡一点，就是写得更好看一些。这个地方我们写，因为上这个颜色呀，湿的时候我们上的稍微看着感觉浓一点，因为干了又可能写得淡，因为有水的作用。这个上的时候有意识的感觉的，稍微浓润一点。太淡了，你再加了。特别是后面，比如这个树，这棵树和这些树最后面怎么办？我们用点更暗一点的颜色，这接近太浅它就来加一点的烟翅，把暗一点的。怎么发暗一点的颜色？就把最后面这个手往下压一点，压暗一点。
的一些事，自然的就会。就是之前这个事，我们所见到的。就是上这个画整体的一定要协调，就是这个颜色也协调。比如说画树，你是不？就选择的这个染的颜色，就是画在夏天的这个画，它的颜色总体上是带绿色的，因为夏天的树啊，也都是绿色的。就是你画秋天的，就有景色。上颜色的时候，我们就上画黄的、画红的，整体就给掉了，你这个统一起来。变化嘛，我们边看效果，这样慢慢加，这样层次就好一些。哪个地方不满意，我们退一步再看一看，不满意我们再修改一下。如果觉得可以了，我们就会进下一步。因为这个地方还是不够亮，我们再加一点。像这个水就往外渗，这个地方我们跟着排练，让它形成变量。你这白的话就是上颜色不要太着急了，就是慢慢的上，等一下我们再看看效果，应该差不多。差不多以后呢，我们像刚才上的这个树啊，基本上干的差不多了。干差不多，因为这个树最亮，所以我们上了最亮的颜色。比如我们加了藤黄，藤黄加上去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在上面点一点白色的点。所以白色的点做一藤黄。打底啊，显得就瘦，显得特别的亮。像我们一开始上这个树，所以它画这个颜色，我们调浓一点，浓一点往上压。因为刚才我们把这个打底，所以它画上去了，这面活在这个纸上面，显得特别的亮。后面这个事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把前面这个事处理，等一会我们再去后面这个事。这时候黄的上完了，上完了以后呢，这样我们
上一年这个三月，上这个说的树叶的这个下部分，上面部也是上。三绿这个颜色覆盖能力很强，所以要是个三绿用的太浓的话，这个树叶其实墨一下压淡了，压淡了怎么办呢？等到我们干了以后，我们再用笔啊，把笔打开，然后再把这个点子啊再加一遍，加浓一点，加浓一点，这样的话，由于浓的点子，一个淡的点子，这样层次看也能提上去。下面部分我们可以偏淡一点，偏淡一点是什么颜色？刚才我们调好的这个画这个松树这个松针这个颜色，我们再来补上，压一偏暗的一点。那这下面由于这个上面这个树啊，先给一点光，就一起往下压一下，但是这个树干我们不要压黑了。说盖上的显得亮，所以我们调颜色的时候啊，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准备很多这个袍子，一个袍子调一种颜色，我们多调一点，多调一点就用不完没关系，放在那里，需要的时候我们就顺便就拿袍子，这样的话就显得方便，这些颜色也统一。因为我们上完以后发现这个颜色上的不够到位，我们再调相同的颜色不一定能调出来，所以我们多调一些放在那里做准备，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拿来用，这样更好一些。这样这树显得亮，就这个就已经把我们压黑一点，像交接的这个把我们可以压黑，下面这个地方暗，上面亮，这样立体感就强一些。有很多学员在上这个树的这个颜色的时候，他一上颜色，整个颜色也没变化，现在那个树的立体感体现不出来。其实这样的上很简单，你注意一下就行了，就好像。上这个石头的颜色，以后我们上石头的颜色，我再讲解。这个地方已经看亮了，我们先压。那这一压，显得前面这个树也亮。那这样。这个地方我们也压，那再看看你的效果。那就树染的差不多了。像这些松树啊，也擦干了，干了以后我们上一个颜色，上的什么颜色呢？我们就刚才调的这个田黄加三绿的颜色，
我们就用这个颜色，但是这个颜色有点浓，我发现我们把它洗一下，淡淡的，它是整体的混染的，就是中间有些空白啊，就用这个淡淡的这个颜色去压。这个压有个什么好处？显得这个睡衣显得亮。淡的，不要太浓了啊！我这个试一下，非常试一下效果，淡淡的，稍微有一点点，太浓了也对，太亮了也不好看。它自己起到那个发亮的感觉，稍微一点点，像这样你就好了。那以后接下来我们也就可以对这个三前景这个三十啊进行一下。三十怎么染颜色呢？三十首先我们染一下亮部，亮部怎么染呢？那你刚才调画的这个画这个树干这个折实这个颜色，我们稀释一下，淡一点。然后我们染一下这个三十的亮部，我们首先现在是稍微染一下亮部，我慢慢的往暗部慢慢的过渡啊。染个三十这个颜色啊，有的时候比较会染这个树的层次更多，有的时候染三边四边还是五边六边，就往上染。这个地方都是我们会加黑，所以我们稍微染一下。不要染的太多了，这些地方边亮我们边亮我们就染一下，染一点，真是，包括这些地方，边上这个地方，染这个颜色要特别注意了，就是用这个水呀、啊，不宜过多，过多了它就往外印了。这样的部分，但是这样的部分也算什么颜色的？我们刚才调的那个。石头加一点藤黄。因为藤黄与那个太青蓝就发绿，发绿。这也是染色的暗部效果更好，因为不仔细看一个感觉就是黑的，仔细看还有一点发绿的感觉。这种颜色比那个淡墨染的效果更好。有的时候我们为了
快一些，快一点，我们直接花青加点墨往上涂也可以。你的那个浅江山水，那你按摩很多时候就用的时候花青加点淡墨，但是因为这三种颜色调出来也是比那个花青加淡墨效果会好一点，因为它有点发绿。你就是这些暗部我们直接往下压，压到上面这个部分我们稍微匀亮一点，上这个染这个颜色，因为像这种画呀，它属于那个彩墨山水画，所以上这个颜色啊，它都是没固定的影，你就上颜色的方法，就是你是看效果，只要上到自己感觉满意为止，再慢慢的往上上。有很多学员也问我，他说这个山水画就上颜色到底上什么颜色好？我说这个根据情况定，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方法。不是所有的画都是上这样上颜色，有的时候它也不是。所以这幅画是这样上，如果遇到另外一幅画，有可能它布置啊，还有这个季节啊，它不一样，有可能就不是这样上了。所以上这个颜色啊，就在你平时多练习，多观察。就是比如在现实生活中看的那个素材多了，比如说在电视上有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去吃写生的机会比较少，所以看的素材不多，我们就在电视上看那些图片，也看那些风景啊，看多了你感觉到那个山泥是什么颜色，在脑海里就有一个形象印象了啊，所以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就会浮现出来山果然是涂什么颜色，我们就上什么颜色。写实一点，就是按照那个大自然的那个规律，它有可能是什么颜色，我们就上什么颜色。鼓励我们学员那个多观察自然。你观察比较仔细了，在脑海里引起那个印象了。思维了，所以你上面你画起来肯定就不难了，因为你心里已经想好了，所以你再画感觉胜于成竹嘛。那你脑海里啥概念都没有，你画起来肯定就没底吧，上这个颜色就觉得对不对啊，上那个颜色就觉得对不对啊，心里没底嘛。但是你如果素材多了啊，看的景物多了，看到那些照片啊，他的那些，还有其他的那些名家的那些画看多了，知道他们上什么颜色，本来是什么颜色，自己心里都很清楚了，所以上起来了，随便怎么上颜色，总觉得是对的，是吧？心里就有底了。所以上这个山水画，还是鼓励大家多观察。那这样，我们再看看效果。那觉得哪个地方颜色不满意，我们再改一下。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适当上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有，我先得压一点，这样一压就可以显得这个竖。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压下来显得这个前面这里显得亮，这里凸出去。但这里刚才打湿了，所以不要画过来，它就硬过来，这里有一点，它自然就往边这边硬了。这样就这个地方太亮了，要不我先压下来。那这个地方一抬它是亮的，中间少了一点，对，我想看看，这地方不对，慢慢修饰，细心的修饰，你这样修饰一下，在这样的，这里差不多，接下来我们上什么了？我们把台面上去，因为台面因为比较宽，所以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我们就注意过渡。比如说前面我们上深一点，然后就三的颜色一样上深一点，慢慢的过渡过去，越到上面越亮。比如说最上面我们可以上一点白色的喷黄啊，所以下面一点三绿，比如花绿的颜色，慢慢的过渡下来啊。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颜色。我们调一点发暗一点的颜色，去过渡啊，慢慢的过渡过去。过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调亮一点的颜色，亮的颜色怎么调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点特技能。调一下，因为我要的这个颜色不多，局部调一下。
厨房啊，你再算一下。基本上我们有天花算一下。你看这样一算就天花也不够往外伸，它效果就好了。毕竟打了一个白色的底啊，显得要天花更亮了。下面我们一直勾着，你这边上也挺好，是吧？舒服多了。慢慢往下拖，像这样。对，新高一个多层次的一个依然，要弹面的，对，非常明显，非常明显。这样完了以后啊，等它。现在已经太湿了，真的干一会儿，干一会儿以后我们再点一点这个草啊，点点草效果更好看。现在我们染这个，把这个台面染完以后，那这个跟它差不多了，这个我们就上这个这边的草。这个台面啊，这个台面比较类似，也是这样上，这样我们也开始上。那这个地方呢，进入这个一样，暗的也挺亮，要是比，注意把下面像点紧，这里有一棵树怎么办呢？我们把树的边，这过度，因为这个笔液过的就少了，那个分的少了就颜色，慢的过度过。